女朋友做怎么办？比她还做。哎，亲爱的，过来抱抱。你不耐烦了？我怎么又不耐烦了？那为什么不来抱我？我不得把东西放下，然后再过去抱你吗？那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把东西扔了，还要过来抱我呢？为什么要看一眼才把东西放下？还不过来抱我？现在也没用，你就是不爱我了。抱抱，我不要了。哎呀，还生气呢？我给你讲个笑话。从前呢，有个老丁头。你让我笑，你让我这样嘿嘿的笑，而不是哈哈的笑。你看我这哈哈笑的满脸褶子，你有听我想过吗？做事根本就不过脑子，还得我自己去买欧莱雅紫熨斗，得我自己想着淡纹去黑眼圈。那行吧，以后我给你买。所以你也不想我变老？变老你就不爱我了，是这意思吗？